我是刘老庄八十二壮士，我是刘老庄八十二壮士，我是刘老庄八十二壮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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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进，天枪。 Thank you.
他上哪儿了？没什么事儿，就是给朕晕了。王不出，把小孔明叫来，这小子会日本话。是。卫生员，哎，是来呢。想办法把他弄醒，我得问问他。你瞧，这又来了。老白，老白，你怎么还在这儿啊？哎，团部是怎么交代的？ 我问你呢，你怎么还在这儿啊？我遇见鬼子大部队了，怎么回事啊？我怀疑啊，是扫荡阎府的鬼子十七团又回来了。等这个小俘虏醒了，一问就明白。不是，团长让咱们上徐州集结，他在那儿等着呢。哎呀，你就快点抓紧时间吧。林总，救援！二团长给我紧急报告，远处番茄鬼子朝咱们这儿来了。 集合队伍，马上转移。是。那俘虏怎么办？俘虏带着走啊！哎，下张机，走棉花庄。下张机走棉花庄干什么呀？这不绕远了吗？快，跟上！ 指导员，你可不能这么吓唬我！我伤着你怎么办呀？咋？有任务？来人，给我换了机兵！为什么呀，指导员？我已经调查清楚了，要不是你暴露目标，我们早就赶上大部队了。你就好好反省反省吧。 你看看，好了，他醒了。小崽子，我问你什么，你说什么？哪个部队的？来了多少人？ 说，师傅，我来，我试试。啊，那个，此行很得小，不跟你说了呢。三，可大那三，俺那大大气娃，艳福钱开开了，毛都得给他，就那能适当得小。
何？出しなさい。いや、母がくれたもの。死んでも渡せない。他说什么？好像是说他妈妈给的。师傅，来了。小虎明，继续站。徐大人，鬼子大部队已经回来了，而且已经盯上咱们了。哎，这个时候连长要是带咱们追胡团长，那不就是给鬼子带路呢吗？你也在替他找借口啊？啊？我们没有按照指定时间到达集结地点，这本身就是我们的过失。现在要做的就是追究其原因，不是互相推诿吗？不，徐大人，不是这个情况。哎，实不相瞒，这次转移确实不大顺利，我们差点让鬼子给粘上。啊，我明白了，我终于知道他为什么要绕走棉花庄了。老师啊，你看见了没有？你看见了没有？这什么呀？这是？你怎么又乱说呀？放心吧，不是跟你说了吗？我命大。云鹏，琼阳同志，群众都转移了吗？指导员，马上转移。啊，我跟白连长有点话要说。老白呀，这都什么时候了，你怎么还搞上对象了呢？我可告诉你，哦，下张吉走棉花庄，你就是为了这个啊？这什么个什么呀？你别胡说啊！你看这我这老大不小的了啊，咱们这儿走南闯北的，都不容易，理解理解。我理解什么呀？这都什么时候了？老白，我明人不做暗事，这件事情我肯定给你写个报告。我写完了报告以后，请你签字，好吧？哎，云鹏，云鹏，还有件事情，一排长被我关紧闭了。什么？一排长被我关紧闭了？一排长，到，出来。连长，走。连长，连长，出了事我兜着。老白。老白，你要干什么？你到底想要干什么？你要承担后果，你知道吗？我承担什么后果呀？你见鬼子，你打不打？我见鬼子，我见一个打一个。他打鬼子怎么了？还打出村来了？走，打鬼子谁不打？我也打，但打鬼子是要有纪律的打。什么纪律？十万火急，火烧眉毛了，我上哪儿找纪律去？共产党员讲的就是纪律。连级干部谈恋爱本身就是不符合纪律。二八五团规定，团以上干部年满28岁，党龄5年才可以谈恋爱。你觉得你符合这个标准吗？你白思才符合这个标准吗？你这就是违反纪律。对，我不符合这个标准，但是我喜欢他，我这辈子就娶他了。你告过去，你不带着那小本吗？你往上记啊，内容随便写，我签字。一排长，走。老板，你混蛋！团长，你给平平这个理儿，这叫什么呀？啊？这就是军阀作风，一排长盲目行动拖了全团的后腿。作为连队的主官，是不是应该对他进行批评，追究其责任？他倒好，部队赶到棉花庄，先去见那相好的，撑着一把那个小油纸伞。我这记了，我那词儿。小雨蒙蒙，这都什么时候了？大战来临了，他，你该批评批评他，你知道吗？团长，批评那还了得了？就是嘛，反正这个白素才也要来开会，一会儿的军事会议啊，先别开了，先在大会上把这个白思才给我狠狠批斗。在大会上啊？当然，何止在大会上，还给他记个处分。哎，这小子太不像话了。团长，那个大会上就算了，然后记的处分也算了，我就想跟您告个状，你该批评他你就批评他。这是你说的？他毕竟是连队的主官嘛。哎呀，团长，我
你怎么有点笑？你根本就没想批评他，是不是？团长，你就护着他吧。不是，没有，云鹏啊，你啊，原则性很强，这个呢，我很赞赏。我，可是我没错吧？哎，没错没错。这样，怎么着？先去开会去啊。走走走走，团长，你不能和稀泥。我说这事你一定要给我做主，团长。批评他。あちこち探したんだ。紳士君の主力部隊と戦ったって。何？何をしたいんだ、佐々木君。ガシャさん、どんな始末をしようと、自分は何も意見はないです。なんだ、どんなことだ。太郎、太郎は。太郎だよ。早く寄ってくれ。早く。日军两万多人分十一路向往苏北地区杀过来。日军的主力川岛联队从淮安、涟水向刘老庄压过来。但是，我地方党政局官，还有兵工厂、服装厂这，都需要转移。你们连到刘老庄一带布防，阻击日军，为后方转移。争取一天的时间。是。你们一定要记住，一定要坚守一天。但是别让鬼子缠着，完成任务后迅速脱离战场。另外，我把团里的一些重武器也调拨给你们。好。啊，好。哎，唐，你可真是。烫我也把它吃了，你小子！同志们，这里就是刘老庄了，大家伙一定要打起精神来！师傅到，连长找人放哨，准备修工事。是。王师傅，快，往那边警戒。します。佐々木さんは新宿の主力部隊に遭遇しました。よし、佐々木君に気をつけろと。特に夜だ。ちゃんと注意しなさい。はい。同志们，根据情报，我们确实被敌人咬上了。如果估计不错的话，明天早晨就跟鬼子有一场仗要打。到时候，这些重武器必须派上用场。师傅，迫击炮可就看你的了。连长，这么多年的师傅可不能让你白叫。你说你就姓石，还非当个副连长。师傅，师傅，这么多年你占了我们多大便宜啊！啊！哎哎哎，我要是姓白，我不就连长了？行啊，师傅就师傅吧。谁让咱们连只有你一排长、指导员，就你们仨会用迫击炮呢？不过我可说好了啊，炮弹只有两箱，好钢用的刀刃上。连长，我这么跟你说吧，啊，这个迫击炮主要选的是位置，哎，只要是我师傅选的位置，打出去就一里地，炸鬼子就是一个排。咱们第一道防御阵地就是刘老庄，第二道防御阵地就是我们的交通壕，把它加固，所有的重武器选好点，打击范围精确计算。Thank you.
哎，马二强，你那个枪口，枪口往右，再往右。跟大家说说啊，当这个炮声啊很尖很刺耳，就听起来像哨子声的时候，就表示离你很近了。这个时候一定要卧倒隐蔽，听见没有？听见啊，记住了啊。天香，把你的大枪放下来，我教你几招实战本领，过来听听。听你说这话就知道你瞧不起我们打猎出身的，一会儿还不知道谁打死的鬼子多呢。在战场上只有保存好自己，才能消灭更多的敌人。你过来听听，没什么坏处。排长，你们的位置都找好了，我的位置在村口。我去连长那儿了。臭小子！排长，你能听到炮弹的声音，田一枪他能听到几里之外动物发出的声音。好啊，一会儿让这小子听听，鬼子离咱还有多远啊？这把枪是你送给我的，在我们老家呀，就是牵着马迎新娘的。我就要随着机关转移，我也用不上它，你把它带上。我要让你亲自回来，把它还给我。离我们不过五华里了，警戒。是。老白，鬼子来得够快的了啊！老乡们都撤了吧？撤。那几个年轻力壮的都被我劝回去了。老乡们一走啊，好好跟鬼子们干一仗。小副老呢？我怕暴露目标，把他和那几匹战马藏到咱们战壕后面的洼地里了。放心吧，小孔明看着呢。高秀桑，我来了哇！元气，我以元首的新四军的首功包围しました。よかった。やつらが逃がさないでくれ。今度は斬滅してやろう。はい。はい。
从三个方向向我们压过来，你们赢可是我手上最后的预备队了，你们上去以后一定要把小鬼子给我压下去。是。兄弟、用意しろ。聞いてないのか。川島さん、太郎がもし怪我をしたら。ヤホ兄弟、用意しろ。川島さん、新四国の収録になかなか見つからない。ずるさは土壌のようにのだ。何回も奴らが逃がした。今年11月、我々は不要の行動で、収穫は何もなかった。わかるのか。しかし。ヤホー兄弟、証拠しろ。はい、连长，炮来了，炮给我架在院里，最快速度把炮支上。是，老白，咱们就这么点重武器，能不能用在最关键的时候啊？啊，你别管了，你上来。怎么了？我看见他了，啊，他也看见我了。谁啊？你看，你看，你看，那边。副连长，走，标准一百。标准一百，向左六六五，向左六六五，装弹两发，速度装弹两发，预备，发！师傅，打得好哎，打得好，多多吃两馒头，干啥子？干啥子？干啥子呀？哎！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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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在哪儿？爹！我。我在这里啊，爹，到处找你，你怎么还在这儿啊？群众都转移了，你怎么还不走啊？老爹，你怎么还没走啊？快走，鬼子马上就要发起进攻了。爹，你怎么搞的？不是都撤了吗？你怎么还没走啊？这鬼子要躲，可躲完了鬼子，日子不还得接着过吗？哎，走，快走，快走，我那还有马呢，快！老爹，家里还有多余的粮食吗？这还有几个窝头，也不够啊！行，你甭管了，快走，路上小心啊！站
再见。哎，你干嘛呢？你们先走吧，我去支援连长。哎，回来，回来！哎呀！我们还没上，日军已经大规模撤退了。撤了？对。往哪撤了？东南，应该是刘老庄方向。糟了！派快马到刘老庄一带侦查，看看我们四连跳出来没有。是。有啥情况快点报告。报告。报告です。新宿の捕虜。捕虜を捕まえました。開戦する前に捕虜を尋問して敵の動きと状況と太郎についてのことを調べたいのですが、よろしいですか。什么情况？赵元，我们就在这儿分开的。指导员，啊，这是91号的枪。やつの口を割れ。よし、新宿の総力は我々の真正面にいれば、そろそろ本番に始まるぞ。はい。おい、迷わないでくれ。太郎の貝を持っていました。しかし、あの野郎は口を割れません。バカ野郎、やめろ。何人を殺したんだ。それをなぜ聞くんですか。開戦以来毎日人を殺してばかり、ほとんどはシナ人ばかりですが。人殺しは政治である。よく覚えとけ。中国人一人を殺してみんなに見られた場合は全員に殺さなければならないんだ。全員を殺せば村の人々に見られたら、中国の軍人ども庶民でも迷わずに全員を殺してしまうんだ。息を残し人殺しも見た場合は奴をこの恨みは永遠に覚えてる。だから人を殺せばもう手を引けないということなんだ。はい。
島さん、この捕虜をここに残します。あちらにも同じ男の子がいますので。あの子のことはもう言うな。聞きたくない。ごまかすな、バカ野郎。像这种大面积的炮击，一般十分钟之后他们才进攻的。小队伍，撤到阵地后面去。全体撤到阵地后方，撤！现在返回去救援根本来不及，而且有可能被敌人在半路伏击打援。
围魏救赵。安营长，到。你立即对小星级、无级、鬼子的炮楼发起猛烈的进攻，一定要把鬼子的兵力给我吸引过来，减少司令的压力。是。あなたはね、若いなのに、なんで勉強しない年で、ここまで、人殺しに来たんだ。我々はやってることは、シナの解放するため、大東亜共栄、作るのはアジア人全員のやるべきだ。誰が反対すると、必ず死ぬだ。言ってもわからない。中毒太深。お母さん本当にかわいそうだ。もう会えないでしょ。おい、お母さんの子供考えてくれ。周老爹，你们怎么又回来了？饿了吧？吃吧。哎，谢谢周老爹。还有，我给你们连长他们送的啊。递过来。周老爹，小心危险，注意安全啊！知道了。给你们送来了。你胡子，你给我出来。你脑袋让驴踢了。白旅长，你回哪儿去？白旅长，这啥地儿？你把你爹带来出点事儿咋弄啊？我爹要来我根本就拦不住啊。我白旅长，你别说孩子，同志们有血有汗没吃没喝的，我能不来吗？老爹，你怎么来了？这太危险了，快走啊。哎，你快听我的，快走吧，再不走来不及了。爹，你不是跟大师跟班长说吗？你说呀。哦，听说你们要从西边那条沟撤离。不行啊，村西边那条沟是断头沟，当时为了迷惑鬼子是故意修的，村东头那条沟才是通的呢。啊，走，看看去，快走。你看，为了迷惑鬼子挖的断头沟。断头的沟，断头沟现在他娘的才说，早都干啥事情了？说什么呢？瞎说什么呢？这这么多人没看见吗？兄弟们逃到落这儿了。你站住！师傅，老子不干了，你给我回来。娘想干什么？想干什么？断头的狗，但他娘是等死！你有没有一点大局观念？你是谁？你是副连长，史军峰副连长，我在为兄弟们负责。你看看你那个熊样，临阵脱逃，我他妈一枪毙了你！
我知道，打了这么多年仗，我怕过枪子儿吗？可兄弟们怎么办？那我问问你，老乡们怎么办？后方的政府怎么办？所有人盯着，必须坚持八小时，这是军令。我们是军人，坚持八小时，可兄弟们怎么活着？大家都冷静一下，这件事情我负全部责任，我对地形估计不足。所有人都听着，我对地形估计不足，选择了断头沟这条路，把大家带入了绝境，情况很危险，我选择坚守八小时。现在撤离还来得及，如果有人想走的话，不算临阵脱逃，一切责任由我来负。你出什么大口？想走的现在就可以走，不想走的留下来掩护，一切责任由我来负。刘德峰，把班长到到，过来。趁这时候，小鬼子们喘气了机会，赶快打扫战场，多拿点枪和子弹。是是，等会儿。注意掩护。放心吧。好了，走走。
の防災を突破されました。調査からだ。何を言うのだ。防災います。焦るな。はい、送援してください。俺は両路座の近所にいる。お前の方が新志子の主力じゃないんだ。馬鹿にされないで、ちゃんとしろ。早く連帯しよう。作ってるのか。自分はどうなったとしても新四軍の兵で太郎を交換します。臆病者。川島さん、日が暮れる前に流浪層の戦闘を解決しなければならない。解決できなければ太郎の父親に会えません。川島さん、自分を天皇のために忠誠を使わせてください。有情况，连长，你看，他们想交换俘虏。这，用号手小罗换他们那个小俘虏，这怎么能行啊？告诉他们，同意了。换回来一下。老白，这么大的事儿，咱们怎么也得召开个支部会议吧。这是个机会啊，咱得把小罗换回来啊。再说那小日本子问啥也不说，留着他干啥用啊？不是，换。哎，回来。老白，你是不是老毛病又犯了？怎么着也得商量一下吧。商量啥呀，人命关天的，现在情况紧急，换。是。老板写啊，写完让我报啊，是不是？你写吧，写完我签字，责任我来负。叫他们的指挥官出来，当面换。是。距离这儿还有五公里。好，知道。哎，还抓了个小鬼子。三营报告，部队马上展开。好，知道。发现报告，部队已到刘老庄，等大部队一到，马上开始发起动工。是。文正到，把他给我带到阵地上去。是。好，开动。你给。
容被发无常，正下雪染着我们心迷，天骄高天上继承了先灵的书讯。小王，我的大日本帝国軍はお前たちの部隊を全て包囲した我々連隊長は君たちの勇気を非常に尊敬する。もし君たちが投降すれば連隊長は君たちに武器を持っての撤退を許すだろう。もしそうしなければ君たちは全員全滅する。言ったこと分かるか。他说什么呢？他说小日本说把咱们团团包围了，说是他们连队长非常欣赏他们，说如果是咱们投降，然后带着武器可以离开，否则将我们全部消灭。告诉他，如果不想活着回日本的话，咱阵地上见。连带就可了，此带带呼吸。もし君たちは日本に行くで、帰りたくなければ、戦場でお会いしましょう。我々の権威をよく考えてくれ。他说让咱们考虑考虑。じゃ。连长，周老爹到了。老爹。好。这样，您跟二虎、一排长，你们先撤，我们马上也要撤离了。这儿的路我熟，我和二虎可以给你们带路，不能让我们先走啊。老爹，现在前后敌情不明，让一排长带着你们，顺便也替我们探探路，你说呢？对，不要争论了，就这么定了。一排长，你送完老爹以后，想办法绕到敌军前方，看看到底有多少鬼子。是。连长，我爹说过，当凶猛的野兽咬住你摆脱不了的时候，你要突然回身，向他的七寸猛刺一刀。说得好。这次出去，我想多带点弹药，狠狠地打他们一下。好。这次任务比较艰巨，这把枪你拿着用吧。连长，拿着。去吧。你你的，拿着烟给拿回来，讨厌的笑。拿着烟，我们洗澡的拿过来。啊，そっか。冷やすようになってきた。おお、できたできた。食べようよ食べようよ食べよう。まだ早いんじゃないかな。もうちょいかな。もっとよ。まあ食べたいな。从这条路出去，你们就可以安全走了。来，来，这次战斗报告就别写了，写了也未必送得出去。这次啊，不是写的作战报告，给家里边写封信。也许，这是一辈子最后一次给家里边写信了。记不记得出去不重要，想想呗。我也想给俺娘写封信。
告诉阿宁，有一个特好看的姑娘看上我了。这姑娘漂亮，就像俺家山坡上的毛竹，亭亭玉立呀。秋阳要是知道了，他肯定会高兴的啊。田一香，回去报告连长，周老爹侥幸送出去了，鬼子现在大批云集在这里，我们再想从这条路出去恐怕没机会了，让连长另想办法。兄弟们，把手弹集中起来，快。连长，你要干什么？冲过去炸掉鬼子的炮兵阵地。兄弟，你先走，路上小心，大家都盼着呢，哪怕是不好的消息他们也需要。来，记着要活着回到连长身边。
連隊長、私たちすべて到着しました。5キロ範囲内においてもうすでに包囲しました。一人さえ逃がさない。命令だ、攻撃は始めろ。排长，让我告诉你，下辈子还做你的一排长。
连长，镇住住，连长。表现得很勇敢，我代表连党支部正式聘任大家成为中国共产党预备党员。我这个小本本上面有大家的表现记录，就等着连长签字了。祝贺大家。我已经同意了蒋元莲、刘邓甫、刘忠胜、王世发、李德和这五位同志的入党申请。如果你同意的话，在这个上面签个字儿。我同意。送给我的呢，你老想让我给你签字，结果我用它倒给家里写了几封信。说实话，有时候我挺烦你的，不过现在觉得咱哥俩在一个连里挺好。吹冲锋号，你就按你报信，听见没有？孩子，记着，你是个有种的中国人。关键时候，靠你了。爆炸以后，我会把你埋上，你就在里边等，你出事等咱们的人来。听见没有？共产党员，站出来！同志们，也许我们会牺牲，但是我们的后来人
不会忘记我们。他们会拿起枪，继续跟鬼子战斗，把鬼子赶出中国，赶到大海里去。同志们，让我们为了国家，为了我们的民族，再尽最后一分钟。浅浅冲锋，而我一个人躲在这儿。你的任务就是等候命令，按下急报器。记好了。